你回来了，一天跟叫魂似的，老喊我干啥呀？瞅你一天出去横丧，来，你看看这个。心算的你可真行，你说你就拉个肚子，上个医院拍片干啥呀？啊，那家没钱你不知道咋的呀？一点也不会过日子，跟你说。没钱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先看看。我不看那玩意儿，不看你得后悔。后啥悔呀？哎，钱。哎呀，老伴儿，瞅瞅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大个阴影啊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这是长肝上的还是长肺子上的？这啥时候的事啊？你咋不早跟我说呢？瞅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在后背上呢，这是背影。你后背都有了，这人不都快完了吗？你咋不早跟我说呀，老头子呀？啥歪完了？这是假的。我去拍片的时候吧，我偷着在后背上整个1块钱硬币，你看这不1块钱吗？真是1块钱。这老头子，你可真有闲心，你整这玩意干啥可呀？你还吓唬我是不是？刚才呀我都被吓唬一通了，你看看有点正事行不行啊？一天接了8个礼份子啊，你看看，老刘家生孩子半满月，老张家儿子结婚，老康家上房梁，老李头3婚。最让我生气的是老公家他们家，你说老母猪生个猪崽子还办什么满月呀？啊！现在不都这样？这是谁的？吃得起，穿得起，就随礼随不起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算好了，8份礼咱往少打，1份200，2×8=1600，咱家就剩500块钱了啊！瞅我干啥？没有用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张上钱去吧，别扯闲的，还拍个片儿有用吗？我为什么拍这片儿？闲的都是。是这么个事儿，你说咱们两口子这些年，别人家有事儿咱也没少去，谁家都没少随。你说咱家也没有啥事儿，我就寻思我装场病，是不是？大伙知道我有病了，是不是都得来看看来？谁能空手来？我要装他一场大病，来他一场全村轰动的、天衣无缝的、差点要命的大病。行，大病吧，咱就得有个大样。这回我化化妆，你给赵老大、刘老二打电话。啊、嗯，就是说我有病了，严重让他来看看我。行，整个像点的，打电话呢，情感表达出来。啊，你放心吧，得往回收收礼的，让没头啊，随不起。哎呀，喂，老赵大哥呀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再来一趟吧，老秦头快不行了。你再我来一会儿啊，你就看不着这人了。没有，没事，我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啊，行，好，我等你，好，好。马上就来啊！整得好，整得好，不错吧？再写乎点，写乎点。我给刘老二打电话。等歇乎点啊！你放心吧。喂，哎呀，刘老大呀，不行了！啊，不是你不行了，我们家老秦头快不行了啊！你快点来吧，没给医院给家呢，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这人你就看不着他了。啊，马上就来呀！好了，这咋出现这么个事儿？这也太爆了！哎呀，哎呦！
说。哎呀，找啥治？啊，那是中年夭折呀，那是。那个老赵啊，你别激动啊，人还有气儿，没死。啊？没死？没死。没死，你打电话说不行了，我说我快不行了，就证明啊非常严重，奄奄一息，还有点气儿。你看你整的太吓人了，你病重了哈。啊，那什么，这两朵小花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啊。这是排片啊，这么大的病毒，病根啊就在这儿呢。哪儿？这儿啊？哦，对，我这儿呢。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别，妈，哎，不，这病传染不？哎呀，不传染。啊、你传染我不早说了吗？不是，你看他咳嗽那么严重，是不是肺有毛病啊？对，就是肺子的毛病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刚开始吧哈，一点一点咳嗽，后来呀就整宿那么咳嗽，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吐血呀。有一天呐，把肺子都吐出一口来，给我吓坏了。你说个咋整？别这样，我都上不了火了。那你咋没住院呢？哎呀，没有钱呗。哎呀，我这寻思呀，你们老哥俩感情最好。哎，我第一时间呐给你打个电话。嗯，我寻思我要不给你打电话呢，怕你挑我。我要给你打了，我就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你，你打也白打，我兜里没钱。那你没钱呢，你来了，你就拿两根小花。哎呀，你那个。嫂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是不是啊？就来看看我哥呀，拿点钱，拿点礼物，其实这都是小事儿。我觉得哈，解决老秦大哥后顾之忧，那才是大事儿啊！你看，要是我们哥俩好呢，我一听说我大哥不行了，我马上把那古乐队丧葬一条龙全都给定好了。你没有这感情，你能来吗？对不对？全定完了。那你不是你兜里没钱吗？我不是那个厚着脸皮跟人赊的吗？我告诉你嫂子，你们这事儿，哎呀，真是。你们这事办得严重的不守信用。行了，你赶紧就照顾他这个养病吧，我把那活给退了。那个老赵啊，你看你来没？别说别人没用，下回吧，你们有准了再给我信啊。老赵，哎，起来吧。这老赵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到这一分钱也没花，哎，送给你一朵黄梅花，一会儿啊大点啊都成花圈了。这是你的哥们儿啊，以后我少跟他在吃饭喝酒，没用，跟你说。你可拉倒。人家不扔钱怨人家呀，啊，人家刚想给我扔钱，你给人吓回去了，又吐血又吐肺子，把心吐出来呗。妈呀，你跟我吵吵有用吗？你不跟我说邪乎点的吗？大舌点的好扔钱。邪乎，你这也太邪乎了啊！这家过不明白，全怨你。我告诉你，那怎么拉倒吧，别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人来了不给扔钱，多磕碜。哎呀妈呀，把你能耐的，哎呀哎呀哎呀。你说不管不整的不整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赵老大这快嘴子，他知道了，全屯的人都知道了，人别人来看你来，哎，你没病了，你咋好的？你打自个脸不是吗？啊？那咋整？咋整？还卸妆呗？继续。好。好的。嫂子，你可别哭了，你要一哭，我这眼睛也反潮啊，也啊。那怎么的？这病成这样了呢？有病了。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不都上老火了。哎呀，这咋戴个防毒面具呢？啊，
乱啊！啊！哎呀，姐姐别起来了！哎，这个喘气儿，云乎云乎。你大喘气儿云乎，你别捂缺氧了你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不是这排片吗呀？那个排片了，你在这儿呢吗？就像一块钱的了。嗯，病毒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常言说的好啊。哎呀。一分钱都能憋倒英雄汉，这都一块钱这么大，这不得憋死啊！二啊，我呀，我这嘴没味儿，就想吃那桃罐头。啊，想吃桃罐头没事儿，这不那个老刘来看你来了吗？啊，一会儿就有了啊，好好养病吧。你说咋整？嗯。就想吃那桃罐头，桃罐头，嗯，这怎么你这手有毛病了？不是，你来，你来，哎呀，我明白，我来干啥来了？什么叫哥们好呢？对不对？这不就来救命来了吗？好哥们，关键时候你得出手啊！你不带点什么玩意儿，你让人笑话不？是不是啊？看着没有，桃罐头湿了啊！嗯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养命吧啊！一会儿就有了啊！哦，哎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这啥呀？这就是治老秦的病，这个药啊！啊，对症吗？什么对症？他只要不是魔症，啥症都症上了啊！你这个药有人吃过吗？别人有那口的福吗？啊，老秦不吃谁敢吃啊？厂家都买不出来呀！我跟你说，托人买脱销的玩意儿，管用吗？管用啊！你不信，你去上兽医站问问去。啊啊！不不，药店，我这人兽两用的，这个人也用，兽是动物也用啊。你买一瓶打十瓶，告诉你，买十瓶打二十瓶。绝对是好药，我买一百瓶，那你就得享受批发价呀，给你。老婆，让他滚，给我滚！不是，老秦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可别错主意，这药好啊，这是梁宏达给做的代言呢，我感觉。你别回答里面药去了，你一边推销药去，滚！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卖假药？什么玩意儿？还跑我这搞推销了？我就不信，就凭我这人缘，我还一分钱收不着了。有人给你送，一会儿啊，纸人纸马纸钱啊，都得给你送过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瞅你这倒霉相，剩人家那媳妇儿啊，长得都是旺夫相，你这可倒好，克夫相。你说谁呢？啊，还我克夫相？你把你眼睛睁大，好好看看，啊！我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耳大有轮，嘴大有唇。你那唇是不小。我克服，你就照这个曲的，我告诉你。这咋出现这个事儿了？你说，这个生命啊，就像一堆豆腐渣，说散花就散花。你说这可咋整？哎，别哭，劫难顺便，没事儿，我能挺住。向遗体告别，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吧。化啥悲痛啊？这没死啊？啊，我这死了吗？哎，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回光返照呢？哎呀，反啥照啊？这大光那个病重了，病重没死，这咋没上医院呢？哎呀，啊，想上医院去，这兜里哪有钱呢？给我抽坏了都，咋整可？我兜倒是有500。哎呀，老三呐，那你就比我强多了。是欠条，欠条，忘了吗？
记性这么不好吗？像你们这种记性不好的人，时刻时刻我就得提醒着点啊。哎呀，那个老三呐，这回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去年呐，我还从你借500块钱呢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我这心里头吧，一直不得劲儿，我也没有钱给你。你看你兄弟病这样，有钱呢早就给你拿回去了。要真的吧，那个等我把我们家那个老母猪卖了，我们把钱还给你，行不？不行。那实在不行，你就把那个老母猪赶走，就盯这账了，行不？更不行。你咋的行？你来干啥来了啊？我病这样，你不但不给我扔2个钱，你还拿借条来要钱来了。是人干的事吗？你吵着啥？吵着啥？吵着啥呀你呀？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咱们该人家的都还给人家，人要钱不对吗？啊！要钱不就没啥职务吗？不是啊！我死了吗？我那欠着你的啊！别！你讲不讲理你？你给我闭嘴！不要！等会儿！你们扯！你们这两口干啥？你这是？你这什么人？快！你以为我来朝你要钱来了呢？啊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你们家不欠我500块钱吗？啊，对啊。这是个欠条，我怕你们忘了，提醒提醒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老秦这不是有病了吗？你说我们哥们一回关系这么好，我不得来看看吗？我来看我能空手来吗？我不得随点钱吗？随钱吧，兜里还没有现金。我就寻思把那500块钱就那么地了，这个我也不要了，我把这欠条当你们俩的面就撕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人说话就算数，说撕就撕。你听着，我踏不起你的人情，把钱给我拿着。就剩500的，我还不能剩500。我不欠你500块钱吗？啊，我给你。刚才你不说了吗？啊，我有病了，你来看看我，再给我500，是不扯平了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怎么没划过这个拐呢？这没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你这还有啥不明白的？老三呐，就这么回事，你把钱给我，也说不清楚。我们家是不是欠你500块钱呢？啊，好，把这钱呢还给你。哎，对，啊。方才你说了，你兄弟有病，你不想花500吗？啊，哎，就这么的。等会儿，我给你捋一下啊。你们家欠我500块钱，还我了，就是这500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记住。先放这儿。我来看我大哥来了，我得给他随500，是不是？等会儿，这个事儿得这么办。这欠条得改一下哟。欠款人谢老三，看病随礼500元，我给你写的欠条。你那个别生气，老秦呐，病啊都从气上得的啊。你们俩保重。你。再见。谢老三，你什么玩意儿？行，秦算的也真行啊！你算你来算你去啊，一分钱没收着，把500块钱就搭进去的，就怨他，就怨你啊！哎呀，老秦头，你可不能有病啊，老秦头啊，这回真有病了，老秦头啊！